到近日因被 HYBE 娱乐收购闹出不少风波，就连旗下艺人也深受影响。之前13日发行新曲的 Key 就在回归直播上无奈透露公司现在一团糟，引发粉丝心疼。据了解，当天直播上有粉丝询问 Key 会不会举办 Encore 演唱会，对此他表示我也想开演唱会，但不知道要跟谁说，我比任何人都想，但公司最近很混乱，毫不避讳地提起了 SM 娱乐最近的收购风波。也让网友直呼艺人们应该也很心烦意乱吧，要不然怎么会在直播上说呢？这次的收购案真的只有所属歌手、职员和练习生受苦啊。그래나도열었으면좋겠어이걸뭐어디다얘기해야앵콜콘서트열어주는거예요어디다얘기해야돼나도누구보다하고싶은사람이긴한데아몰라회사가뒤숭숭해가지고지금